你俩是门神呐！我搁这上个厕所，搁这守着我啊，还搁这等吃的呢。我跟你俩说啊，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闻着臭吃的香的，知道不？陈小天，你可别干坏事啊！我能干什么坏事啊？哎呀，起来起来，明天有个厕所没上个锁，测试一下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安全。不是，哎，拿纸拿着干啥呀？没有兜，没有兜了，哎，不是毛巾拿着干啥呀？哎，这不土匪进村吗？不是，你俩冲进来的时候就没考虑过我在上厕所这种可能性吗？你不能不抽烟呢，你看你那嗓子一天咳咔的。对呀，我俩还得跟着你吸二手烟。那你站着，你这给我，让我出去抽去，行不？你跟我过来，我就给你。明年跟你姐先学坏了。给我呀，不说好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听我说，抽烟这个东西吧，它就是一个习惯。你说你以后嘴闲的时候，不就不能吃点别的吗？吃点啥呀？零食，我给你拿啊。行，那你去吧。啊，跟我斗抢什么？这调虎离石。零食、大条，吃点呗。谁吃这玩意儿呢？吃完拉丝哈的。干啥呀？快点叫爸爸。什么玩意儿？叫爸爸。叫什么？爸爸。哎，你现在不叫，一会儿别后悔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活这么大，我都没有后悔了，后悔了，后悔了。哎呦，你这懂姐夫者，非小鱼的莫属。姐夫，我觉得吧，戒烟、不是一天两天。对，哎，你这上面画的一道一道是啥呀？这是我为你制定的戒烟计划，每天抽一格。不是你这，那我要猛吸一口的话，那我是不是穿越了？真我没想到，你等我回去重新给你制定个计划。行，不是，哎，那你这根还我呀，哎。